高山大海，乡村都市，我们亲身经历，亲身采访。我们追溯孙中山伦敦绑架事件，重现辛亥革命百年共和的历程。采访廉政公署，揭示香港社会四十年反贪的静默革命。大家是流泪眼看流泪眼，无论是年代几久远，都应该去追查。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与教训。母亲，你打错孩子了，但是我绝不怨恨。在采访的整个过程中，我们最多的疑问就是为什么。首次展示驻香港部队女兵既是军人也是女人的人生。军人的爱情就是很特殊，他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。重现利玛窦从澳门开始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以及当代澳门的发展。揭示缅甸、尼泊尔等不发达国家的现状。探索第六世达赖喇嘛跨文化、宗教和种族的雪域诗人生涯。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世界经济趋势的分析。接收世界通讯社的素材，报道全球动向。Welcome to CTV Weekly News Review. Michael Jackson died. Former Cuban President Fidel Castro returns to the New Zealand is warning the possible 最强台风班亚比登陆台湾，带来豪雨。中日两国去年签订800米自由泳比赛。我们的专业信念是国际视野，人类关怀。我们是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学生。